文章出轨风波至今已经过去三个月了，夫妻二人的感情也是逐渐回温中。继前些日子马伊琍为文章庆生献吻后，两口子又被拍到一起现身檀香山机场了。而在昨晚，知名博主更爆出二人在夏威夷度假时的就餐照，并写道两人连续两次接受当地朋友宴请，餐桌上与大家有说有笑，举杯畅饮之余，夫妻二人还会时不时耳语，十分亲密。然而随文附上的照片似乎并未看出二人有任何亲密之举。都说幸福是掩藏不住的，可从两人的脸上，小姑我还真就看不出什么幸福来。不过无论如何这媳妇还是原配的好，希望二人的夏威夷之旅真能修复好这破裂的感情啊。有个悬疑乐，且旅行且珍惜。整理报道。대한민국의여신과함께합니다。人心小心。